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是要宣布主题曲任务。我们这一次呢，专门去做了一个主题曲，我们要把它拍摄出来，做一个舞蹈 MV。现在发布一下照片，英雄小珍，哇！孩子们冲吧！哇，好爽，太爽了！哦，十分。我是中三个大奖。这组叫救济取材组，来看一下。这是呢，这宿舍，这是宿舍。哎，我们在房间里看一下有没有可以拍摄的呀？那个已经睡了。我是一个好惨，太无聊了，平平无奇。我们今天呢，将有两位神秘嘉宾会参与到大家的 MV 拍摄过程当中。哎呀，我们是谁呀？为什么他们没有叫声呢？好，没事吧。